的 Diva， 收视不断往上飙。最新一集朴恩斌自弹自唱，疗愈的嗓音惹哭一票网友。朴恩斌流落荒岛15年，回到首尔想继续完成歌手梦，除了当起偶像的经纪人，也是代唱歌手，更幻想自己登上舞台。들었냐내목소리였어除了想一圆歌手梦，更想透过唱歌寻找曾经帮助自己的郑基浩。蔡宗协、车玄燕，到底谁是郑基浩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。